啊，很多人误会说我空战很强，其实资讯爆炸的时代，空战也是社群媒体的一部分。那所谓的媒体，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个人特质放大嘛。所以我们的空战强是来自于我们的陆战亲切，然后始终如一。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好像讲话有点无厘头啊，但是至少台面上台面下看到的人是一样的。那这也是严宽恒跟林静怡小姐医师两个最大的不同。你看先生他在地面上的表现跟他空战上面的示弱装可怜看起来是非常冲突的人格特质啊，所以他的这个战术会让人家觉得是否有点空洞。那如果要用最多战的来选民意代表的话，那我建议国民党提名罗志强来参与2024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我想空战的指标是一个个人人格特质放大，它具有可能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不是绝对的标准。